做错事情的话，想想现在可以失去的，可能这个是我这几个礼拜体悟最多的事情。然后大家都要保重，那我未来可能也要离开这片土地了。别的不说了，就是希望大家未来如果真的内心有想要做错事情的话，想想现在可以失去的，可能这个是我这几个礼拜体悟最多的事情。然后大家都要保重，那我未来可能也要离开这片土地了，未来也许会再见，那也说不定了，但是就当作请大家去喝个饮料，这十九茶屋全台湾免费。是有考虑要离开台湾吗？保重。来，船票有带吗？你的粉丝有来看你吗？来，往后，往后，这边都是管制区，不好意思。再到后面，再到后面。